前面是 AB 哦，那高手长完全过不了。AB 单手扣篮，这一球郭豪是怎么送到他手上的？不确定他是有先送球还是先落地啊，非常接近的。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脚有先落地了？对，好了，没事啊，既然过去了，就让他过去吧。电光石火之间，而且禁区人确实也挤得比较多了。对，让往事随风了。